来，老铁们，打远距离气球啊！现在是拉近加望镜的效果。这距离，我看着这气球特别特别小啊。哇哈，跌了一点，再略微高一点就把它打中了，但是三步点很好啊。离这对面的道得有400多米吧？啊，老铁们放心，碰不着那大棚，还有那道上面的人啊。哎呀呀呀！哈哈，照这个三步点还是非常牛逼的啊！其实现在我看着还不如10米打那5公分靶心大呢。这气球距离远，有点小。中不？高了一点，高了一点点。现在就是靠抛物线打它呢。中不中？好，属实牛逼啊！感觉着就非常有感觉，这一发来，老铁们，咱们把它测一下距离啊，挨着这个地垄边，咱们看看多远距离啊。我操，这是141啊，这儿呢吧，手有点不稳，中140、142这样，也就是这个距离啊，老铁们，这回咱们把这个手机望远镜把摘了它啊，然后把手机咱们还原，哎呦，放大了啊，就是这个距离，还是咱们家的两用复合弓啊，就是这么稳定啊，140多米。好了，老铁们，就这样啊。